然后我的就是今天下午那场一折，然后就是那个辅助回程了之后，他被三个人夹嘛，那个中路跟对吧，打野跟双人线夹我那次一折，就一折一打三哎，哇，看得心就很舒服。刺杀，无狼，哦，还有就是，我有偷偷练，偷偷练啊，我就是先把我的 AD 跟 AP。就稍微集中练这两只，然后生活不到，就是看一下哦，就是你，你看。就是练，把这两个练起来。那就是 A， 这个超多有800多，877，那这个有874，这样子。啊呢？你就专注。不是，先去做宣传。那其余大概就啊，约战约战。这个好了，有时候不一定跟成。安安，再来一次，换别的好了。他快满了，用一下好了。冠军了没？快了吧？我不知道还没吧？这个还没打，世界这两个还没打，还差得远。全国争霸赛冠军应该明天再打吧，因为我觉得时间不够哎，等下8点还要打那个啊，要挖矿。哎呦，可以哎，再约一次。哦，我想说怎么都加那么少，因为应该快爆了，所以加很少。好，再来。管理，看一下哦，心态 ，OK。优先健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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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健身。关闭。你的 AD 键盘一样。我们的上路嘛，算了，给你。
应该还有吧？没了，没了，都没了。我现在到游戏中后期了，差不多啦，感觉是了。哇！你认真 ？Serious？ 我看一下哦。你好像不需要。好，你不需要，我们继续去约战吧。好。好了，去舒压舒压吧。噔噔，什么猎头的击杀一名敌方英雄会是自己的，每击杀一个不同位置的敌方英雄会是自己的暴击率加5%。去做比较好。我还需要买什么？我剩这个了，娱乐室可不可以不买呀、啊？娱乐室我很少在用娱乐哎。我现在晚上都等不到那个小知识时间了，就是晚上那个不知道问说那之前那什么物资都啊，啊什么有的没的那个的，现在都没有遇到了、欸。害我有点小伤心，因为有时候晚上都在期待可以补充新的小知识。但现在都没有办法补充了。哇哇哇哇哇！你烧起来了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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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容易死在这一区哦。这边叫做死亡楼梯吧，每次要上高地就死一堆。欸，真的很难不死欸，每次都快泼到他们珠宝都一定会被一杀，真的是很难、欸、而且就算我选保守也是一样，选保守会一路被打到家里来然后死掉。还有 AD 凯瑞哦，10-06，12-06。
哦，只有中期哦，哈！你们家 AD 还是一样的猛，我就安心了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很专心。哎，这个 AD 我真的是很用心在培养他。哎，当他那时候是 A 的时候，就很专心在帮他挑很多东西。心服气，早安去死啊！去死啦！那把团音效包打开，团的音效包，精品音乐。哦，下次先预告一下，我下次的商品会出那个纸胶带啊，只是这几天我在研究纸胶带那个尺寸，真的是有够长，有够难画的。然后最近才在那个问笔刷，有的没的啊。团，哦，在这里。你死啦！啊啊！咕叽咕叽！我喜欢吃炸棒棒。爽耶！哎呦，这什么鬼？我在吃棒棒啦！哦，哎，啊！不要再抢了！啊哈！我有有有！哦，路亚，我开走！我在矿洞！我到底在捡什么？你死啦！啊啊！我到底都在捡什么啊，国王？好恐怖哦！哇！管理，看一下哦。练习，我的也都快好了。那个，你好像比较常用这支诶。好，移动速度。再来，去死啦！生活辅导，不要用这支，我们用别支，我们用这支。生活辅导，啊、白痴玩错，去死啦！练习，练习，攻速，他要攻速干嘛？因为这前面的属性是他自己刚来的时候点的。好，那天送喜欢的女生教主的东西啊，你送什么？杯垫、夹子，你是送喜欢的女生恋语的夹子，那她可能会很开心哦。你送一个什么橘色头发、一个兔耳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她就想说这是什么动漫啊之类的吧？对呀，一脸莫名其妙 ，What's happened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练习完成。练习，最后点数不足，给我点数，给我你的爱，爱耶耶，给我你的爱爱。你要暴击伤害啊！你总是就哦，有时候就是因为一开始没有，因为他如果是从专精一开始，我可以慢慢练起来。因为他像有一只，我记得李星吧，我看一下哦，江狗，我记得他的李星整个很惨。你看什么都有，什么都蹭一点，所以他这只李星有点废掉了，这只更废。
像这只就是我，它是从专精一开始，我就慢慢专精这样起来练的，所以有四个属性都是专精起来的。你送杯垫跟布布娃娃，哎、欸，布布娃娃很久了哎、欸，我本来是打算再出另外一个布布娃娃，可是我现在出会来不及做，因为碰到过年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我就准备去那个喽。忧郁症、夜盲症，你们两个就去慢慢忧郁吧。好啦，碰到忧郁症的人，就好好陪他聊天就好了，也不要太安慰他什么。因为这是啊，我忘记参加比赛了，八七，报名，对啊，因为其实主要的还是陪伴。给我你的爱爱耶，给我你的爱爱。哒啦哒啦！哎、欸，啊，我那个嘞，江口的技能嘞，我记得我有啊。那个潜行者，使用。工作宣传。每次不小心点到，真的是很气人哎、欸！嗯，这女的去哪里？哎、欸，不是应该她出去吗？啊，怎么是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出去做错人了哎、欸！这个人应该出去的，啊，怎么是我的？哎、欸，约战高手，我们可以有个 A 四加，好，我这晚点再用，先存档，保存进度，退出游戏。好啦，我等一下要过去喽。没开口的话，怎样才能懂？你再把他努力拉入教哇，所以红包场是2月嘛？对啊，2月8号，好像台北场是八号，哎、欸，不对，2月1号、8号跟不吧，2月2号吧，让我看一下、喔，我靠，我不小心关掉视窗了，我的天哪！啊！不小心点错了，气死了！哎、欸，怎么都没人？怎么只有我跟你？怎么都没人了？我不是他，怎么可怜啊？那也叫你排名。我先开台，啊、我开了。啊！我邀请你。哎、欸，你还没开游戏？哦，我等一下哦。又离线了，感金闪闪的，邀我吧。嗨嗨，早安。你们喝了来了没？抱歉，我要开游戏了。没啥，举不见了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来啊？算了啦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来？你刚刚为什么不来？来什么？我的矿呢？你的矿。小颗粒，你没上线啦！冷笑我，你玩你游戏没你 Steam 没上线啦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有上线吗？有啊，有。我的 Steam 怎么登出啦？我刚刚一个人在这里玩了大概5个小时。你搞不好陪我才刚移过来，就刚现在8点。
现在八点整。好，我错，我太着急，都是我。我等到看东伯狼呢。我等了那么久，你一句谎话想要敷衍我？我都在这啊。你有？有，前五分钟就到了。饿、啊？饿、啊？怎么了？嗯，饿啊？饿啊？电脑宕机。等我一下、啊，卡住了。该换新电脑喽！新年新希望，新电脑。这电脑用了七年以上哎、欸。哇，你真的该换了哎、欸。与其出国，不如换新电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宁愿出国。不，电脑比较重要。有出国比较重要。宁可有没有十万块组神机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十万块我要去欧洲了。没有人跟你组神机。可恶，他不是肥宅，可恶。对，我不是肥宅。我是肥宅，我叫。谁还没进来、啊？橘。怎么了？没有邀我自己进来不行吗？我明明就有邀你，邀了你才可以进来。好，我的错都我的错，都我的错、啊我觉得你不能这样子，你是没有错的。人要正面，你知道，就算是你的错，你也要说不是我的错。你知道梗图吗？他的错，对我就烂。他言下之意就来日文的错，你们这群坏人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啊，合约告示板，认真、啊，每个人都要接那个啊，员工福利，要确定都有接，对，这样我们才可以。什么员工福利？哇！听到福利就马上来啦哈！有没有员工福利啊？熊合约告示板。